哎，嘿，你在想什么？我还是想不通，为什么做爹的要害自己的儿子呢？还有，艾珍长得那么漂亮，一点都不像坏人。哦，原来你整天痴痴迷迷的，就是想着那个骚货。哎，我不是在想着他，而是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天下有那么多的坏人呢？嗯，我记得师父教我念书的时候，第一句教给我就是人之初性本善。去你的什么人之初性本善的，如果他们真的是好人，为什么要把你灌醉了把那个小王八换出来呢？我就是搞不通，我跟他们无冤无仇，他们为什么要害我呢？如果艾珍真的是坏人，他为什么要对我那样？哼，我看你呀，就是给那个妖精迷住了，他有什么好，我跟他有什么不同啊？你说、小乙，小乙。我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不同，你们就是不同。我知道我跟他有什么不同，他就是给你那个，他有的我也有，我现在就给你，你来，我给你。小乙，你干嘛？小乙，我干嘛？我现在就给你来。哎呀，小乙，你别胡来，我不要这个。怎么，我的你就不要？我偏要跟你来。哎呀，小乙，偏要跟你来，我现在就跟你来。小乙，小乙，我要你来吧。你干什么？小乙，你来。小乙，我要你来。不要小乙，我不要小乙，我要来吧。小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你跟他不一样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不如他漂亮。